人哪儿比做妖好？不怕阎王，命不凶。哎，你看，远道福自由。大哥，真是有口福啊！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。这桃倒是识趣儿。好个小猢狲，敢捉弄你爷爷！今日定叫你知道知道厉害！多少次，总是改不了这胡闹性子。刚念起军经文，就被你小子给打断了。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哎，等等！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。候你多时，真香，真香。再往前走，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呀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记得此地，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。来者不善，小猴子自求多福。Thank you.
大哥，这披肩的肉来了。
许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既是花果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消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，你也可喘息片刻。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。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，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与他玩玩。
这深浅的这么往前硬闯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哈哈哈虚
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，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红头和尚又出来先走了，这叫事的都不清楚。